今天终于能出发了，我们在这个许村的露营地待了半个月吧。这半个月中啊，晴天了四天吧，剩下的全是阴雨天。我才发现我这车里都发霉了，太潮了。哎呦，哎，在这儿，我的娘，没办法弄了，没办法治了。哎呀，这被子也潮了，哎呀，赶紧收拾收拾吧。不知道江西那边的天气怎么样，如果晴天的话，把我车里边的东西全拿出来晒一晒吧。还没收拾完呢，马上好了，抹点口红啊。啊，快点吧。抹点口红啊。呸。性感的小嘴唇哦。哎呀，这一出发心情就不一样了。今天进江西婺源了。计划往那个贵州方向走，在江西就不转了，直接从那个景德镇还有九江那边，然后进湖南也不怎么停留了，直接到怀化那边。怀化那边少数民族多嘛，准备拍拍那个少数民族的东西去，然后贵州玩个十天半个月的，和牛哥计划了一下嘛，就往那个西藏方向走了，应该是走大凉山那边吧，往甘孜方向走。哈哈，大冬天去西藏，带着牛哥去受苦去，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。如果扛不住的话再说吧，反正就是那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那种。总要慢慢习惯生活的难，勇敢面对每一个难关。进入江西省邵饶市资源界，不是资源，是婺源。我去，看这天气啊，雾蒙蒙的，这边的天气也这样呢呀。本来想找一个好点的，但是不特美呀。进入江西界的第一个村，我们应该是从那个老214进来的省道。这边的村庄呀，这建筑和那个安徽的建筑差不多。找到一个灌烟花气的地方，灌点气儿，因为一个罐没有气儿了。和牛哥已经进入江西上饶的婺源了，在那个马路旁边吧，遇到了一个停车场，我们就进来了。这个停车场它离着这个公路边有点近，晚上估计会有点吵的。这个露营环境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，这里就是那个书园，书园就是卫生间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牌子了吗？开水供应，然后前面啊有那个开水。这个是最好的，不用烧水了。哎呀，这个环境是真好啊，不过这天气啊还是有点要下雨的感觉啊，太潮太潮了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是加水的，就是路过的司机啊或者自驾游的加水的。这里就是那个24小时的热水，100度，非常的完美啊。这里应该是一个餐厅来着，他就那个已经关门了，可能是那个淡季呀，或者经营不善已经关了啊。这里还行，这门都没有开的，就是。然后这里过去啊，它就是一个公路道班，婺源路使馆，应该是这个小博物馆似的吧，但是关着门呢。我和牛哥在黄山的许村露营了将近半个月，那里也是非常好的。今天到了婺源这个露营地啊，也非常好，非常好的。这边是什么都有，多开水、电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。看到了没有？这是一个停车场啊，在那里啊有一个快充，然后在这个树下边嘛有那个插座，这是专门给那个自驾游预留的，可以在这儿补充电源什么的。但是一定要爱护那个环境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水管，你看也有水的。这水都是那个井水能喝的啊，可以把这个水管接上，
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样一接就行了。哎，一会儿再弄吧。目前呢，先给牛哥的车充上电，因为他车里的电瓶是一点电都没有了。这里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只要不下雨，怎么都好说呀。牛哥，他干嘛呢？哎呦，你一下那么出来呀，吓我一跳啊！不要开手机啊！舍不得下车了？嗯，这里环境多好呀！有水有电，还有开水。是啊，在这不想下去，在这里。那就在这儿，把你这电瓶什么的都充满电。充满了一天，充满了。啊，先充着吧，都用待着吧，是不是？因为这边没有太阳。嗯。啊，你反正也用电什么的。嗯，但是，刚才那么别人过来说，工作人员过来说，景德镇有那个了。有异象。不走景德镇不就行了吧？那肯定不会走的，傻子才走。都告诉了，咱在往枪口上撞，那是个傻子呀。对，咱们绕过去就行了。我到时候看看路线怎么走吧。过来干嘛？你这两天我就看你老是找我事儿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怎么突然又发神经啊？谁发神经？咱俩打打试试试。我也不跟，我要走了。我拽下你了，我拽下你了。反正我在下边呢，我又不怕。我看，我一会儿把你拽下来。一边玩去你。信不信？不信。你这两天老发神经干嘛呀？你神经。你是不是得傻了呀？你神经。啊。好好跟你说话，你发神经。你喝了八加一了，不知道你叫谁了，你是不是？我没有喝啊。你再说句。没有啊，像我这么老实人，能喝那个吗？你喝了酒，你就飘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非得把你拽下来，你看着的。那行，你把我拽下去赖着你。我已经忍你很久很久了。哎呦，你不用忍。忍了很久很久了。你把我拽下去，你养着我吧。啊，我就躺地下。哎呀，木工欺负我了啊！没有天理了，快来谁来救救我呀？木工欺负人了，木工打人了。哎，牛哥。嗯。刚才我去转了转，发现有这个露营地是真好啊。嗯。啊，有水，嗯，有电，有那个卫生间，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是啥吗？是什么？有开水。真的？啊，100度的开水，24小时的。哇，这好了，这个我可以洗东西，都是温温的了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凉着了。你不是之前嚷着一直要洗澡，没有热水吗？嗯。可以随时洗了，你就是把那个用桶一兑，弄上两大桶一兑。就行了，还有一点是，你想凉水嘛，就是这个充电的插座旁边一个水管也是凉水，是吗？这么方便、啊？它这里就是给那个自驾游那个用的。哇、哦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水是有，厕所也有，热水也有，然后还是免费的，对，不花钱。它就是挨着马路稍微近一点，来回过车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听不到，不知道晚上吵不吵。嗯，不要太大的声音，不有刺耳的喇叭声，应该是没问题。那对我来说就是小问题、啊。你不下来溜达溜达，老在车上干嘛呀？哎呀，休息会儿吧。开车开了这，你今天昨天还说，今天咱也就跑个180公里，结果你领着我左转右转，左转右转，结果跑是又一多了一倍。没有200公里吧？这不是为了你这电瓶充电吗？找了两个露营地都没有电嘛，所以开的本来是180公里，2个小时就到了，结果今天跟着乱转，结果4点多才停车。啊、嗯，你说我累不累？不累。累不累？不累。可不是，你不心疼？你就当减肥了嘛。哎呀，我不减这个肥，减不能减，减了肥去，你没有你笑话我的理由了，你可以拿这理由来笑话我。天天喊着减肥，天天喊着减肥，但是就是不减，哎，嘴减、啊，身体不减，嘴减是吧？好，可以。那就咱们在这里待两天吧，先把你的电瓶什么的补充。嗯。啊，反正这边晴天是够呛，也是阴天。你要是洗衣服的话，也可以洗，就是慢慢让它干着行。慢慢的干吧。啊。反正是这个地方已经接受了。
在那个许村时候就是一周阴阴的天，说下雨下雨，还不是说是个单纯的刚阴天。对，那个雨阴的天，一会儿说太阳了，说完太阳巴拉巴拉就开始下雨了。哎呦，我都接受了。是不是小狗要尿呀？那你下去看看它去。下来，跳跳，过来。干爹去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接下去。哎呦，抱上去了。来，上去尿尿去。哎，跑吧，跑跑吧。娘娘，跳跳，娘娘，那个狗你再放它吧，那个我不放它。好，啊，跑跑吧。你看我也不放心呀。喂，有有有，又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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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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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。